唱，运动员谢昭辉、顾玲。你好，比赛开始，双方争夺开局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苏玲获得开局选择权。好，从点点滴滴做起，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哥俩好乔氏杯2015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会外赛第四阶段的比赛，还剩下三个名额，四名选手，谢昭辉、苏玲是我们这一场直播的，另外在二号 TV 台为您直播的是郭丽对阵樊志松。对，这比赛比赛越来越残酷了，越来越残酷。四个人出三个，淘汰一个。我个人有一个想法，第一局，这个想法咱们到下午这个三点钟那场再说吧，就是比赛开始之前啊，这个时候，因为好像网上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好像对这三十二分之一这名选手啊，有一些额外关注。可以，不管怎么说啊，有球进，这个又不打起来，可能是贴球了。对。二八贴球，所以说暂时不会动。越到关键时刻，双方选手就更为慎重了。所以今天上午这场球可能不一定会非常好看，但是应该有更多的攻防转换在里面。相对比就是说，平时有些在网上说哎呀老是炸完就清炸完就清没什么意思的这些朋友，我觉得这场球他们会非常喜欢看。嗯，是的，对，攻守在里面转换会非常多，而且二位选手这两天下来啊，体力上也是一个考验，还有年龄有点偏大，打起来可能进攻上就是说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到那个时候就要考验一下双方在控制局面和防守上的一个能力了。嗯，选了全四球之后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二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右下角地带能下，因为他在八号左下，就下方偏左一丁点的位置啊。哎，有 K 球啊，看来是没有。这个杆球如果能用四条一一条出一个能低杆 K 13顶八就是最好，但是那杆球说实话难度非常大啊。连续几杆都要非常细。对，为什么说四条一一 K 13 K 八呢，是因为打完一周 K 然后还有一个六号 K 接应，不然如果你单纯的最后用六怎么样去 K，如果没球就彻底没有过渡的了。这种角度的话能不能顶一下六，我感觉有点像他还是想 K 十三，但是估计有可能最后用六来 K。 哎，他量这位置
难道说角度是白球向上的吗？怎么看都不是啊。他可能要推过去然后打溜左边底带吗？这角度感觉好像有点要往下走，有点往下啊。对啊，还有一种是打六底带，叫一号左边中带再开。啊，果然用13K 啊，出效果了啊！不错不错，咱俩想了好几种方案，自己决定还是用13K 这种啊。哎呦，没避过去呀、啊，这杆球。铁头跳啊！不要求中带。如果这根跳杆没有换过的话，那就是我认识的十秒，曾经延时大概用了差不多，我印象里啊5-6年以上了，应该有，因为刚开始在某一场比赛，大概1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看苏宁就是用一根铁头跳，跟这款一模一样。嗯，还是用打杆来打，扎杆。嗯，不错了。这样打白球相对可控一点。对，力量少一些，起码能有个好位置。史瑞达看来睡得也不早啊。嗯。眼神，今天幸亏他是没比赛了。没比赛。也关注一下自己师傅啊谢昭辉的这个情况啊。谢昭辉在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来到这场比赛之前吧，先是在32强就第四阶段第一场输了石汉卿，然后就是输给了施伟达，然后是孟环宇，这是第四场。对，苏令呢是输给张坤鹏。陈强、景思雅来到了这个第四阶段的第四场啊。嗯，白球哦，这杆球解的位置还算是非常好啊。
多走一点啊，你靠近十一十四对你没有损失，只有好处，还能同时防守六号，所以这杆球就别轻打了，除非你说你比较保下啊。嗯，关键看这杆打进较到位，应该有机会轻台。好球啊，直上直下，希望通过一些稍微难度点的球能够帮两位选手把自信树立起来，因为早上来了之后呢，大家都在练习，我跟谢兆辉那边也是聊了会儿天，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昨天怎么打的，我这怎么领先了不会打球啊，怎么样，然后我俩对昨天有些位置的球稍微复盘了一下，嗯，有交流，我跟他说，我说这倒是也正常，你想赢怕输嘛，反正就是面对就好了，就有一些恐惧和害怕，你真正去面对它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球就是该用一些力度杆法去打进的时候就不要轻推了，就是你要把自己的手感和这种信心打出来。嗯，塞也不用加，左边中带稳稳的叫到，稳稳推进叫到左边中带，这个时候跟六号球没有关系，不要去有杂念啊。他好像要绕一绕，哇，你绕的时候要有风险的，六号球地带第一局，谢昭辉胜，比分1-0。捡一杆啊，这种表情就是哎呦，捡一杆的意思。对，确实是应该上一杆打那个花球过渡到黑八就应该是那个打进了，完了黑八在底带啊，一个比较直的球打进，但是那杆花球就直接失误了，打在角了。最近呢，这种打后的现象啊，频频出现啊。而不相信自己的一些瞄点会有一些调整，一调整到后第二局，是赵辉开球。
控制白球，一这两个球啊，确实一能够同时照顾两个球，但是二呢，二叫七，七叫六啊，怎么都是不太舒服。还行，还行。力度上要稍微控制下啊，不能太重。好像是刚刚好的角度，直接拉叫中带。对，如果能直接拉上去叫中带是最好的一个效果啊。怀疑有一点偏薄啊，嗯，好像是。这种角度一丁点最好，控制低杆，也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教导的位置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应该就是关键比赛吧，只能说人都有波动，压力真的是不小，心里还是有些波动。不会黑八刚好够底带吧？两个人对角都在看啊。是啊，这个时候要把画面抓下来啊，留一个，以后可以看一看照片，倒挺有意思的。双方对角，哎，这个时候只能从两人的后侧去抓一张吗？是不是？比如说在苏玲的后面拍过去，或者是在侧向拍，是吧？还真的很难说一张照片啊，把这个人的表情全都抓下来。对对，哎呀，这杆球没防好，苏玲黑八两都带口了。那现在就考验你一个清弹能力了。直接叫十三。嗯，有干扰吗？开始可能感觉站位不太舒服。嗯，自己起来重新调整一下。好像稍微有点大，嗯，要用十五，不行，打了十五好了啊。
10秒，延时。中袋附近啊，这三个球还是最好能打进两颗左右啊。啊，好像说有些东西在闪光是吧？应该是可能边上观众有手机，可能调成那种来信息或者来什么，那个有像我在这个灯、啊、别的站啊，一个是那个灯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有一个有些有的观众有一种习惯啊，就是他有那个意识要稍微的不出声，但是他还是调出来一点点声音。嗯、对对对，嗯，一点点声音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安静啊，嗯，都听得见。两个非常轻的轻推，先来一个轻推，再来一个绕台，有可能是这样打，我是猜的，嗯、因为目前角度不是很适合跑哈、啊。对、嗯，换成我来是谢兆辉，怎么打？我也在这么想，什么是最保险的？这个轻推，地不要虚，但愿不要厚啊。嗯，对，但愿不要厚。可以可以，那就是来一个杆法控制一下啊。到球底带。第二局，谢兆辉胜，比分2-0。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啊，也是挺辩证的。有句话叫“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嗯，现在谢兆辉就做到了。但还有一句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啊，你打到12局的时候，那个压力才叫大。啊、对对。这一套衣服啊，这个衬衫我不知道怎么说，像菱形块吧，嗯，还有这个马甲，是今年在哈尔滨站之前，苏令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你说去商场好像、对，去商场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了这么一套，嗯，拿来就试了一下，很喜欢，试了一下觉得喜欢合适，直接拿下了，从此就作为自己的战袍了，对。刚才我也在看那马甲后面背面那个小的金属去系带那个位置啊，杜林开球，它是一个 V 加上一个小四方块，是零还是 O 我也不知道，它应该是跟有沟通说观众拍照的闪光灯问题可能是啊。10秒。14，没进2号。嗯，全球不错。花球也还可以，仅仅有个11啊。先看选球。
二号球底带。变成中带也行啊，肯定是想勾一下十二啊，带一下，然后停在十二附近。现在这个角度也还可以，好像要厚太多呀。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球是一个判断问题。他如果判断出这个球不能再往后了偷去留七号，直接去奔六号、五号这样去叫，也没这问题。但是太想留七号球。对。他判断的就是这种角度，我打过去，我白球不会说留不住。嗯。结果你这个角度打过去是太厚了，目标球不进。苏玲机会也是很好啊，十三左边底带应该也有。我这盘球打来打去的话，感觉只要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准度上的失误啊，白球应该到位不是问题。早上刚刚练过一段时间球啊，比赛又刚开始，两个人呢在心态上还是相对平稳的。对。哎，白球不像，哎呦，还行还行，这要是刚巧贴住了，那可真是太寸了。但这角度蹬过去，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白球。好像再多走对，再多走那么一颗半颗的，甚至于说两颗球都可以。这种时候会怕走大，这个位置。三号球第几台？嗯，保带啊，好习惯。打进叫中带啊。八号球中带。三局苏玲胜，比分一比二。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胶好，装修才好，哥俩好，环保胶，健康又环保，享受好房子就用哥俩好，哥俩好。好，从点点滴滴做起，中国驰名商标。球星签名礼品，会员充值礼品，俱乐部赛事奖品，
球迷收藏佳品，尽在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纪念品商店，淘宝搜索中式八球大师赛。第四局叶朝晖开球，中带花色不错哦。十四如果有，那还是真的不错。哎，只是不错的、哎、漂亮啊，那是不错的，不错、嗯、非常不错。这要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可以说白球的问题了。嗯，现在强行将五号给你归到库边上去，但是、啊、没关系啊，不要想太多。虽然说五号将黑八左边地带挡住了，但是花球打光，黑八叫其他带也是可以的。起来，再走走，有点小。不行，这杆球啊，一定要低杆接二号力再往下拉也行。要高杆推呢，那就二四中间缝隙下来啊。不过这角度还是有点不太合适。走的真的是那么，就差那么一颗球，再往右边一点点，交位上会非常好叫。对，接二号力再走，能顶着十一吗？哇，十号球地带，没办法，拼了。嗯，要防打包边，力度非常轻，非常非常轻。看一下谢朝晖的镶嵌工艺啊，嗯，不错。这插脚做的不错，镶嵌工艺。这条线路上有好几个球，好几个球，但愿，哎呦，我说好几个球总得碰上一个吧？哎呀，这杆球下方五你一库够不到，倒也能理解了。上方那二七那位置再出来，哎呦，真的是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杆球确实有点太巧了，太巧了。哎呦，这杆解球啊，真的。多少球中带？第四局，这招获胜，比分3-1。接下来这一盘。有一点小关键，嗯，
局，朱琳开球。冲球，九号、六号、六号进袋。白球位置怎么样？挺好啊。这杆球可以选全球来打。为什么说全球呢？因为黑八附近有一颗黄一，然后周边也是有其他的全球可以过渡。想要赢的话，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现在选的话啊，三号球左边中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白球，哎呦，危险啊！这个高杆没控制好啊。中袋又打后了，十号停到了袋口。防一杆啊，这杆球做的也是非常好，再次的考验了苏令的这个解球啊。另外一块场地上啊，刚刚开始第五局，两个人打成2-2。比分也是咬得很紧啊。小将郭丽呢被大比分的赢了差不多两次了吧，应该是。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及时调整一下啊，就是说感觉上他前面三个阶段打的还是挺好的，到了最后这个32-31的时候可能有些放松或者怎么样，或者再压力可能有点大，压力都有可能啊。因为郭丽可能以前在高级别赛事上没出过就是太好的成绩啊，年轻选手吧。对，一下到能进军总决赛可能会不好，容易绷住啊。对，但是希望他能够打出自己的一些年轻人的这种杀气跟风格啊。郭丽是2-13输吕昕，4-13输戴勇，8-13输王岩，来到了这一场。对手樊志松呢是决胜局输石昕，2-13大比分负给李博，1-13被逆转输了朱龙。多球地带。这个15要是没堵上啊，这一杆防守的算盘没打成。其实他这杆也是多两个点，一个是袋口，另外一个就是黑八。你想清台，你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要求底袋。接的不能太轻。
哎，好像14传9有下的话也行吧。放了这个位置，把自己的球，闯进对方的球，也是给苏令制造一些麻烦啊。没有选择这么打啊，可能是觉得会留下14中袋的机会。七接六，要求底袋。借的太薄了，这个地方七号站的位置是真牛啊，真精髓啊！这杆球借了一下，又弹了2弹，还不太好往里挤。对，接着我也是在看，我用十四能不能再给你捣点乱。然后白球呢，两库或者三库啊，延时。第三库应该到右方的开球线附近，再上去用十一再做一杆。需要打的比较薄啊，已经在量线路了。十四来破坏，白球防上去，能传进去是最好，估计是。没位置啊，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哦，还是稍微白球掉，哎，这回坚挺住了，要求底袋。黑八这回打开了，比较被动了啊，这回我打开之后，我看你来怎么解决。如果这杆球可以低杆控制的好，打九往前拉杆。白球闯七，闯进之后白球停带口，这种杆法是需要控制力非常强才可以，然后用十四来去打，轻推很轻，可跳，如果有扫的话，优先扫，这杆。铅笔跳可以尝试啊，关键出杆时候要小心，别碰到十四号。10秒。5。延时。突然想到这杆球啊，如果说将将不够扫的话，能不能考虑小跳扫库？他会不会打五？白球创十四，十四创七，他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是不太够。对，所以他也在犹豫。这个是个高级的东西啊，就是打完五号之后，白球拉杆回来。哎，黄一进了，运气无效。但是没有爆啊，这就是一杆防。能够明显看到十四左边那个台泥上有个比较深的白点啊。
到现在戴泳擦干的那个点儿还是依稀可见啊。嗯，能不能挡上？又形成两个人对视啊，遥相呼应的这种场面了。苏灵香不能这么背吧？我把他扫进，十四不能挡我两个球吧？有的时候。真不好说呀，要求对待，如果更好嵌进去，崩一顶顶出个定杆来，然后十四又挡住五，哇，哦，直接挡的是少半颗，应该要扫库边，扫库边再扫发力出来二号，不错啊，五号左边中带挡住了，叫其他带口吧，嗯，也行也行，这个五叫八啊，可以蹬过来，那非常好啊，薄一点厚一点问题不大啊，直了都有底带打，这一杆交位压力并不大，走到这里应该会叫一个五八同带啊，都是中带，八号球中带，第五局朱灵胜，比分2-3。今天这两场比赛之后啊，今这个赛季的会外赛就结束了，选出的32名本土选手将对阵32名外籍选手，啊，年终总决赛明年1月15号到10号的总决赛，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购买球票啊，到现场来观赛。第六局饶辉开球，好，两个中带啊，嗯，就是第二排那两颗球，冲球一旦找到感觉真的是特别有帮助，而且把把冲出的面都是不会太差，那清起台来得心应手。这把稍微纠结的是对8-4-9-15这个地方，需要在这个位置去做些文章啊，好好的去想一想怎么样去带 K 开叫哪个位，这杆好像就可以来，可以架杆左手，架杆这种位置，勇哥你是选择左手还是架杆？肯定架杆，100%，直接用低杆 K 不用带赛，这种球不用带赛，直接就低杆。嗯，带赛就大，他带了赛就大，这个球。
这个球，因为你打中目标球的瞬间就会起点赛，对，然后这个赛就够用了。直接打低杆，其实刚才这杆球都容易从四五缝隙出来，碰不到八都，啊，低杆上都不要特别低。这杆中断之后选球优势马上就变得没有了，你要进入一个继续的控制局面和防守阶段。哎，防守上方还是漏了啊。垫一下防白球的位置，这就真的有的拼啊，有拼青苔。谢昭辉呢，沉底的话右边中带会容易留下机会，哎，他在往右看啊，那这个地方苏玲依然有可能会拼。十五一库把二撞死，还是右上角这个区域啊，先吃边库，然后再吃到七号球的右上这个地方。哦，他是打一号球来防。拼进继续啊。还是不进，但是你打这个位置没控制好啊。这位置不好。这真是应了我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可能今天这场球不一定会很好看，更多的都是攻防转换啊。大家在这里边可以多看一看白球怎么来放，换成你，你把白球放到什么地方。对，比如说刚才苏令打一号仰，就比我说的打四号白球往右跑啊要好，那四号你不一定就去哪儿了。对，可以模拟一下，换位思考一下啊，换成你，你怎么样来打？一个是控制白球，另外一个是控制目标球，这两个球，你都让他们放到什么地方？顶到。哎，这个位置也不白有啊。要镶嵌一下吗？要镶嵌一下。镶嵌一下。我这个架势要往里打，要拼呢、啊。对，要求底带，能进就进，不进停带口，你也不好打。那么，谢昭辉十一传，黄一传进，白球再往下走，放到二号和十五号下方，那就逼着你打二或者是右边的五号了。感觉这角度是不是能顶到二啊？我要是谢昭辉，我不轻易动这个十一号，因为十一挡了二号的左上角。
他感觉这个角度可以，还在量。嗯，打进之后能不能刮二号啊？如此干冷的环境啊，这屋里边还好，暖和一些，但还是偏干。顶出来，哦，还算可以，还行吧，没有顶到下半部。十五左上的底带啊，十五右边底带，十五号球底带。才过来，嗯，这根计算还是不错的，嗯，借五号力外球持库再回来，八号球中带。哎呦，之前好像苏令也有这样子的情况，也是这个带。对，双方都有。嗯，但是关键球啊，关键球还是刚才底带啊，他弹一口起来弹太少了啊，那位置是不错的，叫黑八中带可以叫的比较舒服，一个角度叫起来虽然说有些难度，哎呀，还是不应该打不进。要求底带，中带还是有点小啊。首先五号有点薄，其次还用干法，十秒，嗯，打二号了，延时，哎，打薄了，又给了一个谢兆辉可以防守的机会。薄太多，薄的太多啊，
这杆球打二号可以打得比较薄，带着左塞往屏幕左上方去放啊，开球线左上方那个位置，不好控制，打五号。运球无效，报了个安全击打。对，当然还是不进更好。其实安全击打怎么说、啊？你反过来看的话，现在谢少辉再轻轻碰一下，你二号怎么打？嗯，是不是？所以说这根球就是不能进，最好就是。如果进了，还是要拼二号更好。哎，那就一般来说就是翻底吧，堵袋口啊。一旦进了，对自己就没有任何的先机和优势了，变得有些被动。八号球底带，如果没叫过延时，还是擦一下白球啊，总感觉有点不踏实啊，发点力还行。第六局谢少辉胜，比分4-2。很急吗？3分钟吧。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可以开始吗？第七局，苏林开球。中带进白球位置还算可以啊。
好像是一号角度大了一点，应该叫一号比较好。七号过去这条线如果还很富裕，还可以啊。这么打下去，二号应该是有下吧？嗯，这角度呢要轻推了。如果叫四号总带的话，力量不能太重。厚了很多，自己意识到了不太对。嗯，就是想，就是潜意识我要控制白球跟四叫的好一点。嗯，但是你一定要往近代的那个角度去打，跟谢昭辉三号不进一个套。嗯，再强调打得厚一点，但是打那位置不是进球点。十三号勾跑三号，嗯，白球在防，两库抢一下，啊，一库抢一下下来。嗯，哦。这个二号要跟你抢带口或者接力了，二号球底带，接力效果四号左边没有了。嗯，打五还不好叫位啊，从下方要低杆比较低，从九十二下边走，再从十二的右边再往边库再往左，太难了啊，这杆球很难打。十秒，五，十号好像漏了吧，总带。十四留十二的角度啊，有点尴尬。怎么样？怎么样？没进？还是说怎么？没话说，就是太球稳妥，但是准度上呢又是不太稳定，所以说一直没有机会完成那种就是很流畅的这种轻台啊。
看来十位打野是没睡好，确实是没。十位打也是在第一届的时候吧，啊，登上领奖台的唯一一名国内的选手，应该是第三名，好像是。那时候并列第三吗？没有。哦哦，我记得梅林第二，波茨第一。对对对，然后施伟达第三。嗯。看这两天采访啊，咱们的吴昊啊也是在里边去说，记者问他说你想达到什么样一个成绩啊，给自己定什么目标，他说那最起码要登上站上领奖台。对、哎、站上领奖台前八都能站上去吗？还是多少？前三呢？前三呢、嗯、别人都没有了，就是冠亚季对才有那种传统的，就传统的领奖台啊，带金牌、哎、铜牌银牌那种是吧、哎，咱们应该没有牌啊，应该是比如说奖杯、证书、奖杯证书啊、嗯，还有支票，还有那大板儿、大 KT 板做的是吧？对对对，一般都是那种。拿那个去银行不好使吧？不好使，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啊。其实会在私底下以一种方式去怎么样交接的啊？对，这只是一个象征啊。对，给记者和观众看的。我也见过直接在赛场。就放着现金的那种啊、哦，对，有有有有。早些年除了一些其他地方，哎呦，黑八，先来看球啊，先来看完球再说那个。黑八中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球，一定要刚好把五号挤到黑八身上去了。嗯，这个球特别巧。这个，因为他一跳起来，这个力气是不小。但是他一跳一起来，你碰到五号的位置是非常少的一个位置，往斜切，对，直接分离到前面去了。然后这五号没有办法，就让黑八再挤一下。那现在第一杆先吃右边边库，再吃底库，绕过去八号球右边中带吗？像要 K 顶，没顶到，接力翻带。嗯，貌似只有如此了，只有如此，要不然就防。看看能不能将对方球打到库边上去。这个接力翻带还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一库出来之后的角度，可控啊。撞到五号起赛，八号球中带，哎，两库觉得一库不够啊，两库，两库的话杆法要控制好了，准备试加球，准备看一看，别乌龙球啊。来看一看，两库，哎呀，哎呦，这个五号你太不配合了啊！太不配合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像看一些残局啊，或者是这种控盘，也能够体现两位选手的一些思路啊。三，又是没进，缝隙能不能打到黑八？嗯，下球点不知道漏没漏啊，但是能打到。哦，打不到，可以小跳啊，或者小扎杆。小扎杆其实打这种球最稳妥的，白球会顺势的向下。小跳呢？他觉得跳是直的嘛？嗯，他觉得跳起来自己能控制白球这种直线的轨迹啊。但是你白球力量上是容易控制不好的，容易偏大。黑八别乌龙，五号三号，嗯，五号应该可以打。国号球底带。要开轮一下吗？好像开轮不好，我觉得好像直接打好。我觉得别太大力就行，就是中高杆，然后中大力打就行，别太大力，太大力创三，再吸库，再往上，容易出现一个可能没有什么好打球的机会啊。嗯、三号起来多啊。对，最好是白球能吃上面再下来，不要高杆吸库再往上走，能弹出来这个白球，别留的，哎，
留在那里了。哎，这也行啊。刚才如果不创四号左边中间没有。对。跑进白球，角度还行啊。八号球看你是叫个中带直接打还是翻中，正常中小力轻推弹起来应该就是个翻中的效果啊。但是一库两库三库走就可以啊，凉翻中了。哎，做一杆，嗯，非常稳妥啊。接着回也是敲了敲球台，确实攻防转换比较多啊。嗯，前四盘球结束之后还剩1小时48分钟，总共是2小时20分钟，也就是将近10分钟一盘球。对，有可能会，比如打不完或者再发点球啊。喜欢看控局啊、残局以及这种攻守转换很多的那个网友啊，这场比赛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的，有很有内容在里面。嗯，碰到，哎呦，这一碰到再防住那就是内容。碰到个薄边，再用黑八反坐，自由球。还在量啊，翻中还是叫翻带啊，也选也看看这个、看看底带怎么样啊。这球我还是倾向翻中带，有好角度的话。而且现在苏玲这个准度少，可能翻中金带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要 K 有 K 呀、啊，而且白球靠库了，哎呦，这杆中带要推起来特别难了。难道说要做一杆防守吗？直接把八号球打到底库上面，对吧？我想弹边库，再上底库。我想的是，就一保八号基本不就不动，白球下来是吧？白球下来，哦，也是可以。倒是这个类似于平时在黑八台上一对一防守啊，这个时候看、看功力了。一对一防守啊。目标球跟白球都要控制，哎呦，出来了太多，小陷阱啊！你要打不能下太好的低杆，合适的低杆直接进去了，要不然你就特别低，要不然就高杆推，类似于中杆低一点点的那个位置，一打白球就会掉带。还有一种是翻一库黑八上去，白球也是吃上边再下来，拉远距离。嗯，大家现在欣赏的是一盘斯诺克的比赛啊，最后争一个黑球。多少球底带？给他建议呢是低杆，但是他好像要打高杆，那就是一杆，就是拼了啊！没有后手球。嗯，准。第七局，叶朝辉胜，比分5-2。嗯。哎，两位徒弟都来了啊！两个已经晋级的孟凡宇啊，二人也是在边上在看啊。
八局，叶朝辉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十一号，四号，哦，找到炸球的感觉了啊！早上我跟老谢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说，有些球打起来真的是，你要打你就坚决点，不能就是说那种爱一丝丝啊，就是攻守还在犹豫啊，不确认，不如直接就是拼了啊。力量，要不顶到，哎，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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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啊，十三号球底带，十二号再出来，再走，哟，太薄了啊。九和十，五八这条缝隙，好像十也许能有，九不行。十号球底带，嗯，十。打薄了。我刚才看到一个小动作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嗯，谢兆辉在趴下去运杆的某一个过程中，他身体稍微往某一个方向动了一点点，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常说的微调。没有，我当时在想另一个问题。勇哥先说这个话题吧。我说的意思就是啊，一定要再起一下吗？就是说你要确认自己的这个站位是非常正确的。不要在趴下之后身体横向的，比如说往哪边歪，去调一个目标球的后薄，这样是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样。嗯，明白。我想说的话题是这样啊，就是刚才，我们在摄像机这个角度，你有没有这感觉啊？嗯、就你看别人打球的时候，嗯，在这个角度，你反而特别准的能看到下球点。哈，是的。哎，就是在自己打的时候呢，反而又不确定。我反正经常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感觉就是一片，这一片面积上还有一些光。我打过去之后就是一片的面积，反正靠感觉了吧。差不多啊、嗯。但是就是在袋口这边特别清晰的能看到到底打哪儿。所以这一招可不可以用来在打球之前确定一下薄厚呢？对，先到对面袋口附近去看一看。对，哎，中袋十二号，嗯，当然这不是正道啊，嗯，正道还是要练习第一视角。对对，十二号球中袋，能不能打进？哎，好的。三颗球加一个黑八。不管是十五还是九啊，一定要确认。对，白球的线路，哎，嗯、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吧。
至少没挡在前边。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老选手在处理像这种后斯诺或者一些比较刁钻的球的时候能力都非常强，有经验。对，往往到一个很简单的球掉链，球中弹，第八局这招获胜，比分6-2，是否启动快速模式？嗯，一下成为一个3-1的比例啊。第九局布林开球，快速模式。白球吊带啊，这个运气真的不好。两位师兄弟先后战胜了师傅，然后又来给师傅加油啊！当然这个结果应该是老谢喜欢看到的，叫青出于蓝胜于蓝，是的，对吧？对，我教的学生现在可以到这个成就了啊！或许结果呢是我们这些老选手不想看到的，也是希望能够老将再发发光啊，打得好一点。嗯，有没有意外效果？有，好像3有可能9号都没挡住，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线路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并且7号左上14那个位置呢也是不太确认。哦，还是不行啊，解出来直接去搞破坏效果呀。好效果，看看苏令有没有方式。哎呀，苏令现在想上来挤别人都不太好挤。一边是一个人战斗的苏令，10秒。另外一边呢？15号球中弹。我感觉此时此刻可能士气上，谢昭辉会占点优势啊。延时。不只是不仅仅是比分上的这个领先造成的，亲友团有亲友团，有时候也是很给力啊。或许我想苏玲也许做过一些，就是明确的信息，比如说我今天打球，像苏玲的爱人或者谁，你们就不要来看了，我你来看了，我紧张，对大家可能都是发挥不是特别好，那不如就是。我静下心来啊，安安静静打球。对，这个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习惯啊，对，习惯不一样。有些选手就是自己亲属出现在观众席上的时候，自己会莫名的就紧张起来啊。五，也是好效果。如果不贴的话，不贴。感觉好像要传球了，而且量的位置是9号 KK8。10秒。但是
嗯，还是要坚持打啊。打到了。三。赶紧躲开。六号，没有没有，三号那个位置，哎，帮苏林立，对方九号放到了袋口啊。失意，打不到。这号球中袋。左正再来一杆啊，将你四号球挤到五号的附近，轻轻一碰。白球，哎，最好没挤好啊。三号如果还能够去挤九号的话，或者是能够进，那可以用三号挑七号球去他的袋口。六号球底袋。先传一杆，要靠近，可能要靠近才好打。看看会不会二支叫七或者叫三啊？三号，三号球底带。单下还有啊，别说挤了。对。这杆六号球不是这杆七号球啊，很关键了啊。因为剩下的两颗都是中袋附近。如果传一杆能够控制住啊，就尽量的传厚点。行，嗯，再来控制白球，扒出底袋啊，擦一下轻推。八号球底袋啊，选择搓还搓得住。第九局这招会胜，比分7-2，官方暂停五分钟，五分钟对照判定。休息一下，五分钟之后见。
过来。第十局，谢昭辉开球。第十局开始之前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苏令有一个沉思啊，面壁沉思，这个也不能算思过啊，想一想，冷静冷静。但是谢昭辉开球又有下球，五号也应该能过。还是把小号球先选上啊，青台应该是比较困难，但可以先选上球。二号球底带，直接来叫一号，效果也好。虽然说多走半颗可能更好，但现在这个位置已经足够好，足够好了。有心气儿啊，说不定真奔着青台去打。灯推。一库五号没有的话，先打四号了。好像是打得到边儿啊，下球点不一定有吧。五号球中带。底杆要不要有点左塞啊？哦，将将够，还能 K 到四号，整体效果七号啊，七号能过会非常好。先打四拼七啊，也值得一拼啊。顾进，其他什么都不用想。有，擦白球，擦白球。八号球中带。真的不擦，真的不怕出事儿啊。啊，没出。第十局，谢昭辉胜，比分8-2，开球青台。交好，装修才好，哥俩好，环保交，健康又环保，享受好房子就用哥俩好，哥俩好。好，从点点滴滴做起，中国驰名商标。十一局。杜林开球，哎呦，开球不进。三号有下球啊，
的话，直接选上六七，万一再有，这板球拿下的机会还是非常大。这是准备把一号那个地方解决一下。十号吧，应该十号，撞一号，有打，往一。现在打一都行，六号如果先有的话，值得一先打。六号球中带。对，嗯。因为六号这位置还是有点小尴尬，要解决一下。七反向底带也有吗？好像有啊。嗯。在福清站咱们那几个小片里边啊，有一个针对新闻组的小片儿，对，刚才画面上的那位妹子，我得叫妹子，有一个绝活啊，用下嘴唇和下巴之间这个地方，就下嘴唇往下翻，夹住一个网卡，一个无线网卡。这个位置是不是推过去？要求中带，叫二号。如果三号右上也有，角度又偏直，那就叫三号。哎，掉下去啊！啊，这几个人调整的还是有点小的这种心惊胆战啊，还好进了啊。三哥这嘴再撅一撅，也能夹住网卡了。这个安球过度很关键，角度。角度打，再过来看八号右边中带，要去选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停住，手感相当不错，还好啊。这杆球千万不要再打后了，中带已经是总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到球中带，石伟达好像睡醒了，眼神亮了一些，对。十一局，一招辉胜，比分9-2。有点无奈啊，出球不进。对，这样打去，自己就算状态再好，老是没机会上手，也是真的没办法。
12局，郑昭辉开球。又有球进，还不止一个，两颗。右边这三个巨马炮啊，147这三个球，147，对，147，这个14之间有个阻碍，再顶一下，哎，一号底带、有点近啊，这杆球杆法上控制，如果低杆向下拉，能够避开四是最好，对，就怕把四号给 K 到七附近，对，一号球底带。啊，就怕角度尴尬。对，好啊。哎，可以轻轻的往上蹬一点啊。嗯，不犯规，不犯规，不犯规啊。谢兆辉采取的办法啊，不是控制出杆距离，他是直接一仰腕一挑起来、啊，对，怎么都不犯规。需要球地带。也真是打得有点太投入了，这种球一般都会抱个带去打这个四号，嗯，他也忘了，我估计。对对对对对。有。奔着直球叫也没关系啊。角度，角度，嗯，还算好啊。能关键低杆了啊。这杆球如果说有把握可以向十上去，可以没把握的就低杆拉一点，大概够薄，白球不会掉带。延时。这杆球打的时候啊，这个好像是六吧，交五的时候，可能也是忘了够不着的这个问题了。嗯，直接这杆不错啊。对，那些以前我们我看应该是零几年还是哪一年啊，那时候老谢在北京也是做教练，牡丹园那儿有一个球房，我印象里用的好像是标利台子吧。12局，也不知道你知道那地方。10-2，开局出球台。然后我们有时候去那块儿跟聊天啊，打打球什么的。他那还搞过一届斯诺克比赛，我是客串了一下裁判。哦，这么回事。老谢斯诺克打还可以。球星签名礼品，会员充值礼品。俱乐部赛事奖品，球迷收藏佳品，尽在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纪念品商店，淘宝搜索中式八球大师赛。13局，苏林开球。上一次开球是第二排两个球都超了啊，到中带上面去了。
没挤够。这一把九号，九号来了啊，花球怎么样？花球右边有一个组合不是特别好，左边中带呢，六号可以向下 K 全球。嗯，这一 K 太没谱了。对、嗯、所以还是选了花啊，选花球。叫到他自己身边来，先传。这球后传最好能有一个接应啊，也行，十一可控到左下角附近去。白球。还有没有翻中？三号球中带，嗯，没什么太好打的啊，也是没办法翻中。谢兆辉十四不四号球直接过或保界啊，啊有直接过。这是先 K 的意思吗？先 K， 先 K 效果。二号黄一。再顶啊，黄一中带白球去顶，量的位置是十一号啊，不要滑到十一的右边的左边包边再吊带啊，小心，轻轻顶到，好球，够用够用，嗯，这位四号球是完全右边开放了，先打五，将七号球左边底带也让开。感觉还是想带一下二号，还是想带，不 K 到也接受得了。嗯，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要拼准度了，二三四七，包中带吗？包中带就是还是想去尽量能带带，带不到再上去。啊，两库，底库边库。嗯，这个是完全控制力度了啊。二号啊，低杆横向右上方去交位，尽量在十五跟四号这个位置这条线再往右边一点点。嗯，薄了，真的啊，老选手在准度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说了，已经是最重要的一个很致命的一个环节啊，打不进，其他的都白费，没有用。十一号球底带不借到，白球 K 到十二啊，最佳效果。嗯，这球啊是感觉应该是先碰到库边再扫进去的啊，所以这个右侧让白球往下面走的效果不明显。
十三号球底带。没有全力往下传，你来拼吧。这个球老谢，一个是底带啊，一个是中带。四号球底带。底带。哎呦，准呐！嗯。或许真的是比分拉开很多，打得很放松啊。蹬两库，太轻啊，太轻太轻。看一杆准度，要求底带。准的啊！十三局，那招回胜，比分11-2。14局，这招回开球。4号，啊，这杆球冲歪了，能够明显看到啊。真是比分领先，这盘球确实是花色球好轻，但是一上来行啊，12的角度如果方便过渡14顶10较9和10同时啊，那这盘球完美并且共振。到10号，力量不要太小。10号弹一库起，白球能够叫到90两颗。14号球中带，不要去借。这一大力差点出问题啊！10号左下有。
九号下来十五，十号左下，八号除了左上角都有。一号顺便顶到，或者不去碰它。好角度，倒位率不错啊。十号奔着直球去叫，两边的角度包括直球在内都能叫好位置。哦，叫中带一些小的旋转啊，感觉谢少辉现在也是比较放开啊，都是在用高球底带，不太挡得住了啊。十四局谢少辉胜，比分12-2。叶枫挡不住了。开始之前啊，不知道勇哥怎么想，我感觉这本应该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没有想到3-2之后一直打到现在这个情况。或许我心里大概有一个倾向，但是没想到分差会如此之大。关键还是在于大概四五盘球之后的一些冲球局面和中间互相对弈这个攻守转换上一些失误，导致心理上有些波动了。后面在5-6-2的时候，15局苏林开始，谢兆辉有一个突然爆发的趋势啊。不知道是不是亲友团的功劳。有球进，这个局面呢，13尴尬，14尴尬，全色球，一上来选球就是问题，选到了之后感觉会好一些。二号球中带，十秒，有记啊，有记那就好多了。另外一张球台，郭丽11-7领先樊志松。很尴尬，5和7都没留住，很有可能是这个位置。七号能打的点太薄了，能控制住吗？白球，这回有了。已经是向后退太多了，二位都要撞到一起了，感觉。没准回头问老谢，这球咋打呀？你怎么打？我看他口型好像是这球有吗？因为也是比较熟啊，大家一起征战了这么多年，虽然说不是一个城市和一个省份的，但是经常性的在全国比赛里碰到，对，也已经有一些就是相识相交那种感觉。而且苏令也是年长我们一些，我们都会叫三哥，平时大家会有一些交流。好球，
八号球中袋。手架留好长啊。一根十号的难度了，叫到位问题不大。最后打喷底带，对，底杆往下一拉，八号球中带，前面先稳稳的将这四颗打掉。哎，角度合适吗？可以高杆上去啊。哦，可以。这样会不会反而加麻烦了呢？那就是要横了啊，要右低杆向右下方来叫十一号。啊，可能多少要发点力啊，不能太轻。是角度问题啊，角度偏上，否则应该不会先来叫十。一杆稳稳的推下了。小心，力量，力量，力量！换左手了，加杆用左手，中带中带，应该可以恭喜谢兆辉了。对，本场比赛结束，谢兆辉胜，比分13-2，恭喜！哎呀，最后三张票拿到其中一张，嗯，没想到这场比赛啊这么大的比分差。对，我们面前还能看到谢兆辉和苏岭在同一张合影上的这么一个，算是全家福吧。是的，嗯，不管怎么说，下午最后的末班车，希望老将能够抓住。另外一场樊志松对郭立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嗯，大家可以转频道去那边看一看。对，咱们下午3点钟再见。嗯。